特别好，这有三扇窗户，这边就是放我一些画框，然后这里是放画笔的地方，就是一些画画的工具，然后我在空调上放了一些小植物、小盆栽，这边书柜。这幅画是我在 Instagram 上面发现的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插画师，叫林航瑞，画风很简约，配色也很温馨，我特别喜欢他的猫咪系列插画，非常治愈。这幅画就是我临摹的其中一个插画，因为这里面的猫咪跟团团神似，很可爱，然后画下来做装饰画也很简单，没什么难度，零基础也可以操作。今天我要做腌萝卜，这个是我们今天去 IKEA 买回来的一个密封罐，已经准备好材料了，先看一下工具。新剪的头发，什么帅气？锅盖头一枚，戴着口罩特别好看。哦，是不是还挺年轻的？剪得好吗？跟狗啃的一样，挺好看的，还老还童的感觉。图图比我大3岁半，哎，看得出来吗？咱俩的岁数都不太好界定了，其实。回家喽。哦，到家喽。烧仙草和芋圆，哇！哎呦，团子来了！怎么着？尝一尝。嗯。你看看它。哈。你看，老母亲正在大快朵颐的吃着冰沙，团团呢就在那儿开始舔垃圾袋。团团的志向在于当一个拾荒者。清静。我们现在准备出门去骑回单车，然后每次一开门，团团就跑出来，把他抱回来。啾啾，团团自己在家待着啊。我们到公园了，现在在卸单车，绑单车的这个架子还挺好用的，绝对是五星推荐。我开始觉得这个架子非常的塑料，因为它看起来也特别的塑料，但是没想到它还挺结实。我们路过了一个，这是果园吗？我们进去看一看。我们把单车停在了后面，没有锁，希望回来它还在。这个雕塑很好玩，是个人的头，马的身体，这就是一个像温室一样的地方。走这边，好甜啊，这个花闻着，这上面还在喷雾，看着雾气蒙蒙的。这个地方是叫 Duke Farms， 很适合骑车，特别大。出来走一走，晒晒太阳，心情会变好。
我们骑了一个半小时，骑了好大一圈。后来我们回家了。好了，回去水煮肉。再配上这个酸萝卜、蕨蕨子。团团喜欢家里的各种盒子，什么盒子都往里边钻，香猫一枚。家里的所有的盒子都是团团的快乐星球，尾巴都塞不进去。One week later， 今天我们来山里面爬山。刚开始去山里面爬山的时候，没有喷那个防虫剂，然后土豆被咬得满脸都是包，你还记得吗？害怕。防虫剂非常有必要，这种小小一瓶，好使的，非常方便携带。我们现在在这儿，然后我们走一个这个half moon，然后一二三，然后回来。好，我们又来到了深山老林里面。这次 trail 要走2-3个小时吧。这个 trail 很原始，都没有那种路，全部都是这种树根爬的路。然后我们走一般就是要看这个标志，因为走在树林里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，所以要记住这个颜色。我们要去走那个黄色的标记，然后呢，现在是先经过橘色的标记，然后再去找黄色的，一会儿要根据橘色这个标记回来，所以要是忘记了标记那就完了，回不来了。有一次咱们不就忘了吗？然后走了，在里边绕了都有一个多小时才出来，在那个 Eno River 那边走错路，对，找不回来了。我们到了岔路口，这个是橘色，我们要去黄色。前面那只狗狗走路一直在哈气，好累呀，它边走边哈。看大家带着狗狗来走 trail， 好幸福啊！怎么着也想养一只。嗯，人生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猫狗双全。山路特别崎岖。还挺累的，我都出汗了。我们才走了5分钟就出汗了。那是湿度大呀，今天这个还蛮难走的。是，这是野山莓吧。我们现在要从这边走，爬石头了。开始，我的天，我没有想到会这么难。在那边黄色的那棵树，哦，有些石头会动，你小心一点。是的，它是松的。这是生命的力量，看这棵树长这么大，但是它的树根却在石头缝里。我要看一看后边，你看这里边，它是被石头压弯了。是的。哇 ，respect！ 哇，它们还能长这么高？应该是毒蘑菇吧？这应该有毒吧？应该是那么漂亮的蘑菇。这天上飞过一飞机的时候，会有轰隆隆的声音。让我想起了《斗罗大陆》里面的星斗大森林，像那种10万年魂兽在旁边，轰隆隆隆隆。今天跟我去获取我的第一魂环，曼陀罗蛇。中二时刻，你真的敢把这玩意儿捡进去吗？为什么不呢？太牛逼了！我是斗罗迷耶，毕竟从小看到大的小说。走出来了。停车场，我们到家了。然后我们想试一下团团会不会出来。开门，听见他声音了。团团，先跑再说，根本就不看老父亲老母亲。不重要。哎，自己出去玩去。我出去跟着他走。你看头都不回。团团，团团回来，团团回来，团团你去哪儿？你想去哪儿？你都不看看老父亲老母亲。给他一把抓回来。团团很喜欢舔酸奶盖盖，每次喝酸奶，它就会过来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团团。然后它喝完就会洗澡，舔自己的围脖。